厨房的监控，仔细看，左边的椅子竟然自己转动了，像是有人在转动椅子。柜子门也被打开，像是有人在找吃的东西。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整个房间围绕，有一个柜子门被打开，好像在找东西，又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，然后就生气将东西扔在地上，好像这股神秘的力量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，依然在找东西。对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物件，神秘力量应该很生气，又将柜子打开，扔掉了一个勺子。看到这里。